反正真的超级多，就我好像有两个朋友吧来过西安，我给他当导游，真的是他们一下子就爱上西安了。他们说我要在西安定居，你别管了，我相信他们肯定会选择定居在西安的。西安不但是玩的东西多，西安男人都是比较那个，西安男娃娃都比较热情，老爷爷比较热情。然后西安男娃我觉得说陕西话特别可爱，就是本地男娃说陕西话的时候给人感觉像个二六子，但是又特别可爱的二六子，该六子吧，该六子那种感觉，就是那种特别可爱的，就是痞帅痞帅的那种感觉。然后西安女娃的话都是比较辣一点的感觉，很有脾气的女孩，然后也很有就是那种很能拿，吃不了辣的不能来啊！吃不了辣的不能来，来不说西安了，不说西安了，我的福袋都抢了，大雁塔、小雁塔，对不对？这么弄，然后我们给大家啊，给大家发的福袋已经开抢了，福袋抢了，抢到福袋的大哥们，我给主播把灯牌飘一波，好不好？灯牌一亮，前途无量啊！咱们先把灯牌浅浅的飘一波，好不好？来，大哥们啊，一斗币，就是买不了车，买不了房，旅游去不了莫斯科，但是可以给主播啊，可以给主播送一点这个小小的粉丝灯牌啊。没送灯牌的大哥，给大家说一下怎么送粉丝灯牌。点击屏幕左上方的这个加号，然后再点击一下这个加号，点进去第一个就是那个灯牌啊，你可以浅送一个粉丝灯牌。一个粉丝灯牌只需要一斗币，对，一毛钱啊。我们直播间大哥都是喜欢我连一斗币都不舍得为我花。人家说男人的钱在哪里，他的心就在哪里，明显你们的心就不在我这里。关注没有点，感情走不远。对，关注没有流量，永远在闲逛。对，说什么车？来，我们宋哥问是什么车？来，给大家说一下这台车子是什么车。想知道这台车子是什么车的大哥们，公屏上，我说扣一没人扣，那么你们喜欢扣几？你们喜欢扣几，你们就扣几吧，好不好？来，给大家说一下这台车子是什么车呢？这台车子就是我们的一台丰田旗下的这个 MPV 啊，就丰田旗下的商务车，丰田的塞纳啊，丰田的塞纳。塞纳这款车的话，也是一直被称为什么奶爸神车的啊，奶爸神车。然后我们这个是国产两驱版的一个丰田塞纳，混动版的车型，2.5自然吸气的一个排量，裸车价格30.98，然后的话百公里油耗是5.8啊，然后这台车子的话，裸车加定制的一个费用总共是在40个 W 左右的啊，40个 W 左右的。靓女也好，你的衣服很漂亮。今天他们都说我的衣服不漂亮，因为我平时都是穿裙子的，就我家里面真的有超级多的裙子，但是我很多裙子都没有穿到直播间穿过，因为我平时比较喜欢穿短裙，就是这种到这儿的这种短裙，显得腿比较长一点。但是那种裙子的话，上车一坐不就那个被抬走了吗？所以你们只见过我穿偶尔的几件衣服，是不是？然后说还是有钱好啊，有钱的可以买豪车，还可以娶这么牛，要不得。怎么说呢？男人越努力，副驾驶的腿越长；男人越努力，副驾驶的腿越白；男人越努力，副驾驶的腿越细啊！副驾驶的腿越细，咱们就是说，对不对？男人就是要努力啊，不能说向往别人有钱。行，我要黑的。对，还是要努力啊，还是要努力。笑死我了，说睡裤好看，这不是睡裤啊。这不是睡裤，这是我的这个叫什么泼墨风格几何图案的一个潮裤啊，这潮裤这不是睡裤哦，说希腊就好看，我这是是希腊，对不对？有钱的顶起来，没事，我的直播间有钱的没钱的都能看啊，有钱的没钱的都能看，有钱没钱都是谁？都是我的好大哥，是不是？都是我的小都是我的darling啊。darling， 说小哥哥，对，都是我的 darling， 说老婆是吗？我什么时候多了一个老公呢？粗的才好，为什么粗的才好？啊，你说腿粗的才好？我刚说你说啥粗的才好？来，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第二排的航空座椅吧，好不好？我们浅浅的说一下航空座椅啊。航空座椅的话，我们是带通风、带加热、带按摩啊，带通风、带加热、带按摩。一上车之后，带着自己的小秘书，是不是？你坐左边，秘书坐右边，我们座椅按摩打开，然后浅浅的靠背上一靠，享受一下，就是享受啊，两个字就享受。赚钱是为了什么？赚钱就是为了享受呀，是不是？我们这台车子就是之前什么，咱们买车的时候都是为了一个什么两个字，代步就行了。但是现在咱们买车就是为了什么两个字，享受啊，享受生活，享受人生，享受年轻，是不是？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，欢迎事业来到我的直播间。我们这个德人系啊，德人系说粗的才好，我就想起来，你说腿，哎呀，这个网络上一个一个都说喜欢微胖的，喜欢腿粗的，这到了现实生活中，这个眼光啊，就站的，就是
就粘到那个什么，粘到那个那个筷子腿上，就是一刻也下不来，是不是？人我们都说男生喜欢什么天然美女，但是到了这个喝酒的时候，杯杯先敬半永久，对不对？都是这。欢迎姚世国大哥来到我的直播间，百搭款时尚，看着直播舒服，氛围很好，是吗？谢谢。都说我哎呀妈妈妈。都说我穿的是居家服，其实不是，我日常穿出去就这样的。现在咱年轻人穿衣服讲究两个字，收拾啊！就像坐在这个车子里面，你不需要穿的多么的西装笔挺。这个车子的话，奶爸神车呀，奶爸是干啥的？奶爸就是奶爸呀，就是带娃的爸爸，就是家庭主妇，是不是？是。对，就是你家庭主妇，你不需要多么的帅气迷人，但是你一定要够温暖，是不是？够舒服啊！所以说这台车子里面不断穿起来，穿着坐在里面看起来舒服。真的坐在里面也很舒服，就是两个字舒服啊，两个字舒服。说车里还有一个人，车里当然还有一个人，那你以为我的助理在哪里坐着呢？感谢我们杨立国大哥的关注啊。说腿粗是好看，那我一直腿挺粗的，怎么没人夸我好看？我腿为大腿为55，比大腿为55，跟很多小姑娘的腰一样粗。我的一个腿跟人家一个腰一样粗，怎么没有人夸我好看呢？都是骗子，说太脚好大啊、脚我脚就是比较大，因为我个儿比较高，我们都说脚大走四方嘛，是不是？嘴大吃四方，脚大走四方，要不然怎么说主播长得旺夫呢？又走四方又吃四方的，你说谁跟我在一起能不发财？那必须得发财，要不然怎么？要不然我。腿老粗了，不该洗脚了。好的，欢迎这个偏执妄图来到我的直播间，欢迎大家。咱们看一下我们第二排的航空座椅啊，浅看一下我们的航空座椅。航空座椅的话，怎么是？哎呦，是带通风、带加热、带按摩的。我的手机去哪了？领子有点大。带通风、带加热、带按摩的。你不是单身吗？我一直单身呀、啊，我单身我就不能拥有老公了吗？我当时我也得结婚呀，我是说我将来的老公，没说现在的老公，我是说我将来的老公。穿双袜子不行吗？可以啊，但是我在公司的唯一一双袜子是一双黑蕾丝的，要看吗？就没有其他袜子了，没有其他袜子，穿的贼拉神奇。明天你去健身房锻炼啊，可以的可以的。欢迎哈哈，欢迎韦小宝来到我的直播间。来，我们有这怎么感觉好黑哦，好黑哦。就我之前穿袜子、穿裙子、穿袜子、穿那个棉袜子，但是它就不太搭配，你知道吧？我现在有老公了，我现在没有老公啊，现在没有老公。然后给我们大哥们看一下这个航空座椅吧，航空座椅，哎，我的拖鞋掉毛呢，我发现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个航空座椅啊，看一下这个航空座椅。欢迎大叔很大，欢迎菲菲微微来到我的直播间。我这就是往里面一坐就老黑了，有没有发现？感觉我整个人就黑了一个度啊！我可以打开这个阅读灯，现在呢？现在好点没？嗯，好点了。像圣光照在了我的脸上，一束圣光。欢迎托马斯来到我的直播间，欢迎大家。好，现在圣光打在了我的头上，我就是那个。踩着七彩祥云来拯救你的那个紫霞仙子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个航空座椅啊。座椅的话，我们是塞纳专属定制的，因为塞纳的车高只有1.76米，然后你坐进来的话，这个头部距离还有一拳，反着坐还有一拳，正着坐的话还有两拳啊，正着坐的话还有两拳。水欣赏水平太低，光脚层次高，也可以穿袜子。我公司这个我的办公桌上有一双袜子，是一双就是那个洛丽塔的那种袜子，那个穿着就是感觉有点不太搭配哦，有点不太搭配。其他的我还说不上，是魔女还差不多，是魔女吗？是的。来，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航空座椅啊，座椅的话带通风、带加热、带按摩、带我们什么呢？前后滑轨的调节，然后我们这个靠背的调节，还有我们腿部啊。腿托的一个调节，我现在把腿托给大家降下来啊，把腿托给大家降下来。欢迎草根来到我的直播间，你没发现这个座椅它是这种下沉式的，能感觉到吗？就是我坐在这儿，我就直接溜下去了，整个人是直接这样下沉式的坐下去的，坐着还是非常舒服的。然后把这个腿托给你们打下去，是不是？好黑哦，好黑哦，这个坐在这儿，我每次讲这个航空座椅的时候，就会发现它真的超级黑。
我在这浅坐一下就行了。然后它这个什么呢，咱这个通风的话啊，是在三个是带三个档位的一个座椅通风啊，三个档位的一个座椅通风，然后带三个档位的一个座椅加热。座椅按摩的话也是咱们最新款的一个什么气动式的一个按摩啊，气动式的一个按摩。好，我是坐的第三排吧，坐的第二排太黑了，乌漆嘛黑的。欢迎五谷分灯来到我的直播间，欢迎大家啊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。然后刚刚讲到我们的座椅通风呢，是三个档位的一个座椅通风，就像夏天的时候，我现在今天穿的裤子就没有那种关系。我有一天跟我朋友出去玩，然后他开车嘛，他那个就不带通风，然后天气太热了，我一抬屁股的时候，我屁股底下就是一滩水，真的一点都不夸张。他说咋了？你憋不住了？你跟我说呀，你干嘛往我车上尿？我说没有，就是那个汗流到。但是我们打开这个座椅通风的时候啊，打开那个座椅通风的时候，它就是那个风，就是风吹屁屁凉，是不是？就直接从这个你的这个下身啊就灌进来了，不对，不能说下身，这怎么形容呢？反正这个风就非常大，三个档位的一个座椅通风，夏天的时候对我们女性啊，尤其光腿或者说穿短裤的女性也是特别友好的。说欢迎建涛大哥来到我的直播间，来，咱们现在8762个赞，咱们浅浅的把赞点到10000吧，好不好？点到一。你是不是有大病？点到10000啊！点到10000的话，给大家再福安一波福的啊！感谢我们各位大哥的关注，咱们没点关注，左上角点波关注，上点关注，下点赞，生活越过越灿烂。对，上点关注，下点赞，生活越过越灿烂。哦，不能说啊，那就是它那个风的话就是比较大，座椅通风比较大，座椅按摩的话，座椅加热的话也是三个档位的座椅加热。然后咱们这个座椅按摩的话也是最早的那个座椅按摩，就是你们用过那个按摩椅没？它就是那种动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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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种震动式的一个按摩，咱现在都是气动式的，就是你们平时喜不喜欢去足浴店就按摩啊？不一定足浴店，就是那种。哎，就是差不多吧。为什么讲足浴店？因为普通的按摩的话，基本上正规的按摩，不能说正规的按摩店，就基本上西安这边好一点那种，就是光是按摩的按摩店都是盲人按摩，或者说盲人按摩。对，盲人按摩的话，它劲儿比较大。就是盲人按摩我没按过，因为我去的都是那种小姐姐按摩的那种按摩店，我没去过盲人按摩。他们说盲人按摩就劲儿比较大，一般人受不了。就说我就说咱们这个按摩的话，就跟咱们这个小姐姐的这个手一样，非常的柔软，是不是？纤细柔软柔仪啊，就摸的就是非常的舒服。欢迎路过大哥来到我的直播间，欢迎顽童大哥啊，欢迎顽童大哥来到我的直播间。呵护美瞳，呵护美瞳是什么意思啊？欢迎孟光离来到我的直播间，欢迎和你岁岁年年来到我的直播间，欢迎大家啊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安若来到我的直播间。进来大哥们，戳戳屏幕，点点赞，生活越过越灿烂，明天就赚500万，好不好啊？我们浅戳一下屏幕，让我喝口水。欢迎我们各位大哥来了，我们先张海上车，那是说漏了吧？没有哎，我自己经常真的非常喜欢去，就我能够理解到这个男人的快乐。我自己平常真的非常喜欢去足浴店按摩，而且老家中，就按到我睡着为止。欢迎这个用户3741大哥来到我的直播间。所以说以后将来我老公，我有结婚了，有个老公，他要去足浴店的话，我不拦他，我根本不会拦他的，我说不定会让他带着我一起去。欢迎向日葵来到我的直播间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，大哥，欢迎你，欢迎你来我这里。我们这里是西安张海商务车内饰升级直播间，然后我们这个小钻现在是8700个，咱们一起再动动你们的发财的小手指，用这两个吧，大拇指点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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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咱们把再等先点到10000啊，再等先点到10000，是帅哥按摩吧？西安好多这个足浴店都没有男技师的，不是好多足浴店吧？就是我去过的那几家，只有曲江的一家有男技师，剩下我在高新这边去的，没有男的，都是女的。来，对，店在哪里啊？店的话在我们的13朝古都西安未央区西三环石化大道西段这一块。点击屏幕右下方1234啊，点击第四个我们的四色小星星、四色小风车，然后点击之后，咱们旁边有一个私信商家啊，私信商家，私信一下商家，可以了解到关于这台车子的更多详情。我们刚问地址在哪里的，地址是在13朝古都西安未央区西三环石化大道西段这一块部分。说，
脚不好跟。我为什么穿个花裤子？因为我家里只有花裤子。你们每天为什么都会问我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？这就是我的审美啊，这就是我的审美啊。欢迎9088大哥来到我的直播间，9035个了，我们一起在动动发财的小手指，把小赞往这个10000了点一下啊，把小赞往10000了点一下。好热呀，这会儿我看这会儿几度啊，感觉要晕车了。34度了，等一下，现在是中午的12:48，然后中午的2点钟的时候，它就会下一波30%的降雨，咱们看看能不能下下来啊，跟我们一起见证的历史下雨的时刻吧。景泰蓝裤子啊，这个我不知道哎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景泰蓝，反正就是穿了3年了，说脚都穿了没有啊？没有，我这个就是被出汗啊。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来，咱们的小赞赞已经9056个了啊，已经9056个。直播间大哥们，你们都是哪里的？可以扣一下你们是哪里的吗？你们的气温都是多少度？有没有低于30度的？有没有26度左右的？我想过去避避暑，我真的太热了，我立马就飞过去，好不好？眼神真好，谁眼神真好？欢迎曹建林大哥来到我的直播间。咸阳是3元，西安真的好热呀！三元更热，三元很热吗？嗯，三元、景阳都热，三元和景阳都热啊。那三元我不去啊。那我们的这个力量爸爸大哥算了吧，咱俩现在已经很熟了，没必要再熟了。三元太热了，不去。说那你来太热，我不去三元。我说直播间大哥就说像哪里比较凉快，在27-28度左右，又能穿裙子，然后完了之后呢又不是特别热的地方，我想去避一下暑。欢迎温暖的心来到我的直播间来，9080个赞了，一起再戳戳屏幕，浅浅的把小赞赞点到10000，好不好？浅浅的把赞点到10000。什么麝香？啥玩意儿？一天天的。你的小发都有麝香。上姐，咱直播还能闻到味儿呢，哥。大哥，你这手机多少钱买的？我将来等我有钱了，我也买一个能闻到味儿的手机。你去丰裕口。丰裕口也热。丰裕西安现在我感觉都挺热的。哎，丰裕口其实还行。靠山能凉快一点。啊，靠山稍微能凉快一点。那我试个这呗，浅连休几天假吧，我去丰裕口避暑去了。但是丰裕口，咱们那边不兴游泳啊，大哥。前两天刚没两个。你把车开过来带我兜风，我马上带冰镇饮料。哥，我把车带过来带你兜风的话，我们车子里面就有冰镇饮料啊。对，我们这个车子升级了一个什么手机无线充电功能和它的车载冰箱。就一般的话，你们那种就是车子里面升级的那种车载冰箱，它只带了什么冷藏功能，但是咱们这个是带了压缩制冷功能的。就你哥来，你把这台车提了，带上主播，咱们一起去上高速。什么上高速？你在说啥呢？咱们一起去丰裕口啊，咱们一起去丰裕口，带上这台车，带上主播，带上我们的这个什么冰镇饮料啊，带上我们的冰镇饮料。鱼香肉丝味儿的酱。鱼香肉丝是什么味儿？去海南，海南更热吧？海南31度，三亚反正是31度。三亚也热。对，三亚也热。避暑的话还是要去贵州啊，要去贵州，是吧？行。云南呢？我跟你讲，去哪儿？去青海。